老师来了啦，那我们今天非常欢迎孙老师来帮我们上课。老师在 Excel 跟 Word 这方面就是非常的厉害，而且今天会全程录音，所以老师到时候会提供给我们，那我们可以放在我们就是疫情会传给同仁，如果今天上课有不懂的地方，可以再回去看我们录音的部分。那老师有非常多的东西要教给我们，请同仁就热烈的欢迎老师吧。谢谢。各位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内容应该是叫用 Office 提升工作效率。那这个用 Office 提升工作效率呢，我就两个层面 ，Word 里面跟 Excel 这两个部分来跟各位做一下介绍。首先，我想我们先谈一些像 Word 的一些基本的编辑部分，在例如说，对，还没有做一下简短的自我介绍。我姓孙，在哪里的？在太阳的阳。好，那我想在座可能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其实到例如说 YouTube 网站上可以找到我很多系列的课程，然后我相信这些课程哦，对你们就是工作效率如何提升，是有一些帮助的。那我先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那个教学的范例跟网址。首先各位哦，在联网的情况之下呢，例如说到这里 ,https://, 如果前面不打也没有关系，然后直接到 go.gl/ytz, 大写的啊，小写的叉，大写的 t。好，我再重复一次 ,go.gl, 这是字式的。大家前面那个短网址全部都是长这样子 ,goo 就是 Google 的前面三个字。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goo,gle, 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前面很像 Google, 然后斜线 ,ytz, 都是小写哦，这个 r 是大写。然后小写 X 跟 T。 那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课程，从上面往下看的话，在这个地方 Office 高效文件制作，然后讲义，电子讲义放在这里，电子讲义还有范例的话，就一个 Word 档案，一个 Excel 的范例档案，就提供给你们。如果你要练习操作，你就请下载，例如说在这个地方就直接点范例下载。我先来这边登出，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我就点范例下载嘛，然后点这个 Office 高效文件，应该是看到三格档案。好，那就请你分别去下载，下载地方在这里，下载的位置在这里，就点它，然后这个 Excel 范例也点它，然后接下来这个 Word 的范例请点它，这样我们就把三个范例档案都下载下来了。老师，可以再念一下网址吗？网址是 goo.gl/, 右上到左下那个斜线哦，然后 ytz 大写的 rx。小写的 X, 大写的 T。 那这里面您看哦，下个星期一我要去教这个 Google 表单与地图，就是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然后接下来这边 YouTube 影片制作与 FB 行销，就是在下个礼拜一也是卫生局他开的课。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去观看咯。首先在下载下来的那个范例哦，下载下来的范例，请各位如果说要把它打开来，那在哪里打开？是不是打开这个文件夹，然后点选下载啊，这个名称就是对应的刚刚好的，所以大家应该可以从中就了解哦。对，当然就是点这个下载，下载然后在这边您就可以看到刚刚我下载范例档案就会放在这个地方。